你什么都没带，怎么回来呢？啊，你姐姐在。笨蛋，她知道我们的关系。她知道，那为什么要让我出去？一段感情中，如果缺少尊重和信任，那必定是失衡的。 少群，你姐姐突然找你，是有事吗？没什么事。啊，程秀。啊，你怎么就不是个女的呢？程秀，我给你办个驾照吧。等我有空了，教你开车。 院子里那三辆，你随便挑，要是都不喜欢，我给你买新的，好不好？少群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对了，我下周要去广州谈生意，有几天不在家。啊，知道了。